我坏多了，坏一个。这得好整，这窟窿大的。雨多了，我家都是天上。我们现在来了一个驴场里边啊，看身后的这些驴这么多，师傅一会儿给那个一头拐驴修蹄子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。无头驴对着脚坏的那是传染病，其实是这两个呗，师傅，这个梨环的片片跟外环的后蹄是吧？这个老马哥，老马可以是。现在现场是留着个这个就是这不坏了呗，这不坏梨环在这聊天后是吧？梨环看漏了去了，这个方蹄子是蹄子不强，是那一看就看出来了。这是灰指甲，这就是灰指甲，这个就病。这只脚是怎么形成的？呵，这个还挺厉害的。这是这蹄形疮是吧？演变而成的。嗯。我蹄形疮。手疮，这是就是走马不动的，叫干漏。干漏。哦。他不动的，给起个名字叫干漏。干漏。这。过漏了，看看。这我眼里两个，知道吧？两个灰指甲。我一瞅的。要说你一天挣多少？真的好切，其实是。这软的。好。摘了，去闹放油去吧。我坏多了，坏一个。我去点木油。咋一这头？这要是不刮它，就怪了吧？得跪了。你自己头皮得跪。嗯。就不能找风吗？一见风就过来了。蹄子倒挺好。好、哦。看不见了。玉峰。越切越坏。我扶，我蹬都蹬反了。黄油，干上！我看雨多了，我家都是天上。嗯。你这不正，这头走的后头跪了都。后边也是这个。好嘞，好嘞。好嘞，咦咦咦，好嘞，好嘞，啊，正年轻嘞，这，就一直这样，哎呀，掉了这一层，嗯，这个也强不到哪去，嗯，这一气儿到根儿来了吧，师傅就，对。这窟窿大的，这比头窟窿还大了，是吧？把我三十下，我多起来呀！你自己去了。就这一边有啊。好。修好了啊，看看拐不拐？嘿，直接去吃了。